那就再唱下去吧。到底是人活进了戏里，还是戏本就因人而在？为何执意要起兵戈之祸？ 这把剑，我本不想沾血，且让你们体会杀戮之苦。 戏还没演完吗？汤已经灭了，天下易主，救星不存。
你还能为何而战？大唐之命系于斯尼，人在则唐不灭。天下是苍生的天下，梁还是唐，这两个字重要吗？大唐福泽万民，逆贼杀戮无道，如何相提并论？你将功成万骨枯，总有人要在阴影里背负罪孽。你那戏里的唐，真是你心中所念的唐吗？戏仍未终了，而戏中之人早已不止你我。不过其实来之前就听妖讲过无数遍了，只有奇迹才有这样的力量。这就是我来稷下的理由。讲什么？
对我说。
路易莎也会梦见星空吗？